梅山乡老人会日前伫梅山国小举行金选婚表扬大会，总共一对结婚七十档的白金婚，三对六十档的钻石婚，含三对结婚五十档的金婚四大人，接受表扬的老师大伫家人的陪同之下，精神是真好，并且含家属合影留念，场面是真温馨。我想过去的翁仔某的相处啊，有过去翁仔某迄种吞论。包括吃苦耐劳互相包容的精神哈，当然这是过去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啊，伫这个大家庭内底，大家做伙做行过，所以唔是干那查甫人做行过，查甫人嘛做伙做行过，所以它就是一个彼此之间呐互相大家照顾的一个工作团体，当然即卖现代社会，翁仔某不一定做同款的工过，所以有时啊，查甫人无用查甫人的，查某人无用查某人的。所以啊，有时候彼此之间就疏于沟通跟彼此之间的协调所以我想这个这个所有结婚五十档、六十档、七十档，那实际上最主要还是互相的包容不管你从事任何工作，所以我感觉讲地方来办这个结婚超过五十年以上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代志。王章良讲，过去伫农业社会时阵。翁仔某互相来扶持，结婚了后为着要请养一个厝，共同来打拼是真无简单。如今家庭和乐，幸福人生应该就是安尼模样。大洋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